市长杨正宜市长，欢迎。接着欢迎前总统马英九先生，欢迎。接着我们欢迎交通部部长王国才，欢迎。接着欢迎立法院陈雪生委员，欢迎。接着我们欢迎工程委员会前主委陈振川，金门县政府行政法规的长官们。那今天真的有非常多位的贵宾莅临到了现场，那我们也不再一一的多做介绍，感谢大家的莅临，请上迎宾国。好的，再次感谢大家的莅临，为我请立法院的玉珍委员，我请交通事务委员会前主委周纯正，我请交通部政务处杨春燕国，我请金环部指挥官许宗文，我请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局长赵喜华，我请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副局长郭成彪，金门大桥正式通车，请右前。